中国好声音导师 PK 赛在上周五晚已经全部结束，这周好声音的舞台将真正开始各位导师带领学员的厮杀。本周五，刘欢和庾澄庆将首先带领各自黄金战将决出四强中的两个席位，即兴白热化的比赛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。之前好声音遭恶意剧透，晋级名单提前公布，给节目组、学员、导师和观众都带来极大的影响，但剧透风波依然没有平息。网传了一份四强的名单，透露吉克隽逸败全振东，金志文惜败关喆，吴莫愁奋力斩金池，梁博摇滚灭掉张伟。这个结果令好多粉丝大跌眼镜。就在这份四强名单流传不久，又有网友辟谣称关喆和全振东并未最终晋级，直指这份四强名单造假。之前网传徐海星将蕾丝短裙亮相终极考核，也引来大批网友围观，话题女王徐海星到底会在终极战场继续节目组的安排，走甜美路线，还是一改风格做回原来的自己，以另一种风格惊艳亮相，成了大家热议的焦点。从选手火热程度及实力来选择，吉克隽逸、金池等实力唱将均被 PK 下台，的确有些令人意外。而群众基础良好的张伟最终也无缘晋级，更是令粉丝不能理解。今晚好声音将揭开终极之战的序幕，剧透名单的真实性、徐海星最终的亮相等谜底都会一一揭开，没有硝烟的声音之战将正式打响。我觉得我的队伍是最棒的，我们要争取最后的胜利。那英，我觉得我们队伍拥有最多大众喜欢的歌手，我会让你们嗨翻全场。杨坤，我觉得我的队伍实力最强，他们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。庾澄庆，我觉得我的队伍有个性的歌手是最多的，等着瞧吧，一定给你好看。梦想之夜决定他们去留的不仅仅，最终进入梦想盛典的席位只有一个，谁去谁留由你来决定。敬请收看本周晚21:10，加多宝凉茶中国好声音导师终极考。优酷娱乐播报，北京报道。